黑压压的一片，全部都是阿福。今天要来一样来测试一下我的蟑螂活耳棒，只有抓几只啊？蟑螂三兄弟 ，OK， 一颗木印线，然后直接透套里八只杆。蟑螂，电了，被吃掉了。哎呦，这边蟑螂挑食哦。
来了。发现他喜欢吃那个蟑螂肚子，头就还好，头也是会吃的，只是没有吃的那么抢的那么凶，也在吃。头部比较硬吧。头部的，那肚子好大哦，就好像你那个肚子好像胖胖的，很可爱，你看，贪吃鬼，母鱼啊，小强呢？我钓到大鱼吧，小强，奇奇怪怪的阿福很多，
是我的目标很高。所以说吃蟑螂的鸡，对，我很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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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强实验测试，这边 OK 的啦，放流也会咬了，还不错啊。不过要有勇气抓住它，它捕捉到爆，这个很糟糕啊！烤完肉，垃圾丢在这边，这些人也在这边杀。